香辣米豆腐炒肉末，这样做又香又辣又下饭。准备一份我们湖南特有的米豆腐，切成小块，放酱油和米豆腐焯水，油热下肉末炒香，再放米酒剁椒、生抽、姜蒜、辣椒、葱头爆香，下米豆腐炒匀，再倒入适量水，放胡椒粉、酱油、蚝油、盐、香油煮十秒，最后放葱叶即可。米豆腐这样做真的非常好吃又下饭，值得推荐哦。